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贝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鹏飞。今天是2019年4月8日星期一，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如今啊，大家都习惯通过这个通讯软件和家人朋友联系，通过邮件来交接工作，也乐于把自己的生活呢分享在社交媒体上。那么随着互联网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网络遗产该如何处理，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没错，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网络遗产呢，它主要是指被继承人离世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网络权益和财产，包括账号、密码、图文、音视频、虚拟货币、网络店铺、游戏装备等等，又称为数字遗产。没错，这些网络权益里啊，有的呢被我们理解为个人的隐私，是平常很少会分享给别人的信息。而且呢，现在移动支付非常的便利啊，很多人也选择购买了网络理财产品。嗯，那目前我们国家对于网络遗产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法律界也没有定论。业内人士认为，依照继承法，没有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比如网络理财、余额宝以及作品版权、游戏币等，应当可以继承。而这个电子邮箱啊、微信呢、微博社交、游戏账号等等网络资产就不一样了，因为具有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都是私密性的，属于用户的个人隐私，不可以继承。那么对此，各位您是怎么看的？数字化时代，您认为网络遗产怎么继承才合理呢？赶紧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发表你的看法。稍后呢，我们的节目也会有相关的报道，也欢迎大家关注。同时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每天依旧免费送出50本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将看到以下内容。受大风影响，四川凉山木里火场出现复燃，各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扑救。清明假期昨天结束，超1亿人次假期国内旅游，多地景区经历游客小高峰，用户离世、账户密码等网络遗产能否继承引发争议。互联网深入生活，数字化时代，网络遗产究竟该如何处理？ App 中暗藏玄机，小游戏里开大赌场。浙江温岭警方破获特大网络赌博案，涉案金额超1亿元。聚焦热点事件，搜索时事新闻，我们一块儿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登上时事榜单的新闻，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30988亿美元，今年一季度自然灾害致全国超1390000人次受灾。接下来我们逐一的来做一个了解。近日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指导意见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认真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缓解中小企业困难，稳定和增强企业信心及预期，加大创新支持力度，提升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能力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水平，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好，我们来看下一条。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截止到2019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为30988亿美元，较2月末上升了86亿美元，升幅0.3%，已经连续5个月上升。那么今年以来呢，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为外汇储备规模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一季度以来呢，我国遭遇了以风暴、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地震和雪灾为主的各种自然灾害。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啊，一季度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全国139.6万人次受灾，87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71.1千公顷，其中绝收13.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7.9亿元。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我们一块儿进入到今天的媒体新势力啊。
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网络账号，里边甚至不乏很多数字化的资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当这个用户离世的时候，啊，离开人世的时候，那么这些网络资产是不是可以被继承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样看待这么一个问题的。来看。赵女士平时经常使用微信存储零钱进行支付和转账，在她看来，微信里的钱属于个人财产，如果将来离世了，微信里的财产应当可以被继承。应该是属于继承的，毕竟它是可以用银行卡是可以提可以存的嘛，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继承的，而这些钱我也是我们自己的，然后这样的话是归家属所有或者自己所有，也不能白给互联网呀。此外，手游在年轻人群体中很流行，不少人也花费大量时间金钱从游戏中获得虚拟武器装备及游戏币，并在网上交易。在李先生看来，这些有价值的商品理应属于个人的网络资产。既然自己花了钱买了装备，就是充了游戏币，然后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希望打水漂的，肯定是到最后希望还是后继有人的。除此以外，互联网上各种网络社交软件不断出现，微信、支付宝、知乎等不少软件直接绑定了消费者的银行卡。那么如果有一天当人突然离世，微信、支付宝等网络遗产到底该怎么办？这个网络遗产呢，严格的来说，它属于动产的一部分。比方说我们这个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里面的这个存款余额，那么它类似于这个银行的存款余额，那么在您这个进行继承或者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类似于你的存款的一种形式，根据这个来处分您的这个余额财产。据了解，网络遗产是指被继承人逝去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网络权益和财产，包括账号、密码、图文、音视频、虚拟货币、网络店铺、游戏装备等，又称为数字遗产。然而，国家目前对于网络遗产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法律界也没有定论。业内人士认为，依照继承法，没有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像网络理财、余额宝以及作品版权、游戏币等，应当可以继承。公众啊，花了一定的代价，然后买到的一些什么 Q 币啊之类的一些账号啊，那么这些都带有财产性，而且它具有一种流通性，比如说通过网络游戏啊，获得了一些什么装备之类的，它能够进行的再次转让。那么这一类呢，我们都把它叫虚拟财产。目前在相关的一些司法审判实验当中呢，已经获得了一种认可。由于网络遗产继承问题比较复杂，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一些互联网企业也在进行探索解决。账户呢暂时是不支持继承的，但是账户里面如果说是有资金的话，提供到相应的证件，支付宝先把那个资金给处理掉。需要提供的是第一继承人的他本人的一个身份证，第一继承人与这个账户持有人的一个关系证明，账户持有人死亡证明书。我们看到这个网络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啊，像这个到底能不能继承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采访了几位观众啊，他们觉得这个当然应该是继承的了，那么律师啊、专家也好，也都觉得这个事儿啊应该是继承的。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些比如说资金呢、对吧，那么实际上呢，除了网络账户里的这个资产之外，网络账户的本身也是具有价值属性的，因为它也承载了很多这个用户的记忆。那么这些账户呢也是备受关注的。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些账户又能不能够被继承呢？咱们一块儿啊接着往下看。网络账户、电子邮件、个人空间等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轨迹，不仅是精神财富，更是价值不菲的物质资产。然而，根据相关服务协议，用户只拥有 QQ、微信、微信公众号等工具的使用权，其所有权都是归腾讯所有。这样的规定让有些用户比较烦恼。朋友圈、微信这些东西里边的照片跟视频，因为这里边载着我们很多记忆，想让以后的家人继承，但是这方面的话，法律还没有相关的明文规定，然后我感觉有些遗憾。那么类似电子邮箱、微信、微博社交、游戏账号等网络资产的归属权究竟由谁决定？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董琦认为，
这些具有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都是私密性的，属于用户的隐私，不可以继承。知名的这个 ID 啊，微博账号或者是商铺，它的价值会非常的高，但国家对这方面还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它的有没有一个特殊的属性。那么我们现在根据我们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进行划分进行界定，并不能作为遗产那么直接进行处分或者继承。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屈天明分析，网络财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物权属性，但和普通物品不同的是，这些网络资产通常和账号联系在一起，和用户的人际关系密不可分，继承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权。要尊重这个权利人自己的一个选择，如果跟其实没有一个主动的安排的话，社交平台公司呢，比如说腾讯呢，他们是没有权利，同时也没有义务把这些账号包括里边的一些大量的隐私的东西呢就直接给他的所谓的法定的继承人，也是对这个去世的人的一种尊重。网络资产的全面继承还有待时日，业内人士建议，在目前情况下，用户可以把互联网上的个人账号、密码等写入实体遗嘱当中，来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希望那么咱国家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新的法律法规，对这个所谓的网络遗产进行明确的划分，对的种类啊这个属性作为做出明确的界定，哪些是可以继承的，哪些可以继承过户的，尽快的细化有争议的部分。做出明确的说明，保障我们广大网络用户的这个财产权益。很显然，这个网络遗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啊。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查了一些外国的经验，不少国家，比如说像英国呀、美国呀，都在法律上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权。美国呢还颁布了通过遗嘱的方式来执行虚拟财产继承的事项，充分地肯定了网络财产继承和分配的合法性。未来啊，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和保护的问题会越来越重要，相关部门呢也应该尽快地对争议问题以及法律模糊地带进行及时的厘清和界定，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实际也是网络社会不可或缺的公共保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对此，各位您是怎么看的？数字化时代，您认为网络遗产怎么继承才算是合理呢？欢迎各位通过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还有微信来参加我们的互动。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摇动手机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会免费送书给大家，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人间最美四月天啊，踏青出游正当时，现在正是踏春的最好的季节啊，欣赏美景，呼吸新鲜空气。这几天呢，这正好又赶上清明假期啊，各地是鲜花盛开，大家纷纷是走出家门来欣赏这个美景啊。但是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不文明的行为啊。好像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要开始跟大家说这样的事情啊。没办法，因为每年都会发生嘛啊，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出来也是为了提醒更多的人一定要注意，千万要避免啊。所以不得不说。啊，今天又要跟大家说一例了。在这个河南郑州的一个公园里边，不少的游客呢是跨越了这个护栏啊，这护栏本来是拦着不让你进去的啊，远观就可以了嘛啊，结果呢跨进护栏之后呢，钻到这个牡丹花田里去拍照，甚至呢是随意的去攀这个树啊，摘花啊，然后摘了花之后就随意的丢在了地上，让人看了之后非常的痛心啊，非常的心疼。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抢不住吧？我人多啊，一个人才不容易。照相往里边照，我这是牡丹西牡丹。这啥时候开始开的？就这三天，一般都是清明节。那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让他们不进那个护栏里边，采花或者是进里边拍照，有些人会摆野餐。像这样活动持续多少天？周五呢？
哎呀，这个牡丹花啊，那可是咱们的国花啊，非常的漂亮啊，在清明节的时候盛开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公园的管理者，还是这个大学生志愿者，你想拦住这些人群，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人都进去之后呢，跟这个花近距离的接触啊、合影啊，但是鲜花呢，照完相之后呢，哎，有的摘下来扔在地上，有的被人踩在脚下，非常的可惜啊，真的是特别可怜这些娇艳的花朵啊。啊，无独有偶啊，这边说完了牡丹花的事儿，这边还有呢。啊，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边，一家三代人为了拍照，他们是一起啊狂摇，各位注意这个用词儿啊，狂摇海棠树啊，大量的花瓣被人为的抖落下来，痛心。我们到现场去看。怎么样，各位？刚才我用这个“狂摇”这个词儿不过分吧？哗，摇的这个半个树都在动，而且我隐隐约听到好像说，哎，这样拍照这个什么显得个子高腿长啊？这会儿您还有这个心思呢？您还考虑拍出来好不好看？你考虑过树的感受吗？你考虑过花的感受吗？啊，各位您看看，为了拍照就随意的摘花啊啊，这个攀摇树枝啊。让这个赏花呢，最后变成了叫伤花啊，那是受伤的伤，花受伤了嘛。每年这个赏花的时候，我们都呼吁大家要文明赏花，但这样的事儿呢，却是屡禁不止。这说到底啊，还是一个素质问题。什么时候真正的做到文明的赏花，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啊，花美景美，人更美啊？当然了，守护美景啊。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够随处乱扔垃圾啊！好像这个话题是我们这个很小的时候上课，特别上一些思想品德课的时候，老师都会跟你讲，不能随便丢东西啊，扔垃圾，对吧？哎，可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包括成年人，你都做不到啊！小长假期间啊，这个江西樟树一处公园里边，那可以说是叫做垃圾遍地呀。这环卫工人就开始劝说这个游客了，说你们不能随便丢东西，是吧？你这个丢脏了环境也不好嘛。可是游客竟然是怎么说呢？我们不乱扔，我们不乱扔，你们不就要失业了吗？啊，那言下之意，我们不丢垃圾，你们不就没活干了吗？这话你说让环卫工人听了之后会怎么想呢？他想不通，我都想不通啊！我们去看一看。有个小子，捡米白闹，捡米白捡捡了。没有要咱跟你吵架，他说你我们不乱扔，你们要失业，一天几车十来车，我们有四个人在街边，今天家里三个人走。看了没有？今天还加了三个人在清扫啊！清明小长假出去游玩的人特别多，那这个不文明习惯的也是大有人在啊！没办法。还得加派人手来搞这个清洁卫生啊！我们说文明出行啊，随手带走垃圾是我们一直在呼吁大家的一件事情。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只图自己方便，随手就乱丢垃圾啊，而且借口说呢，我不扔垃圾，这环卫工人他就会失业。这种说法真的叫做可笑至极啊！环卫工人是不是会失业啊？不用您操心，您还是先管好您自己任性的那双手吧。还是那句话。大家赏花看景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拾起掉在地上的“文明”二字啊，保护好我们自己美丽的环境啊和我们的家园。环境需要我们来维护保护，那公共安全呢，同样也需要我们来捍卫。各位还记得去年的12月份，云南一位男子啊拉扯这个公交车的方向盘的这件事儿吗？车开着开着他就拉这个方向盘，非常的危险啊。如今呢，这个处罚可就来了。最近呢，云南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检察院宣判，
被告人陈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我们来看。哎呀，这个场面看得非常的惊险啊！他这种行为可是比这些我们之前说到的乱扔垃圾这种不文明行为带来的危害就更大了。幸亏在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一位老七旬老人出手了啊！这个所以说最后有这样的判罚呢，也是一个罪有应得啊，应该说判得好啊！这个判罚呢，也是引来了网友的一片叫好声。的确，这个夺方向盘打司机，视全车人的生命安全为无物，对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够轻易放过，就应该重判啊！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不能够只是说嘴上来说一说。希望每一位乘客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敬畏生命，维护好公共安全秩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啊。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汽车大国啊，这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呢，这个停车位就成为一个很麻烦的事儿，老大难啊！经常是有车开没地儿停，回到家里边累得不行了，你还得找车位，甚至要走很远的地方啊。反正我在北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停车位比较难找。今天跟您说的是在上海的事儿啊。最近呢，上海徐汇区有一个小区的不少居民就反映说呢，小区里边私装地锁的现象非常严重啊。什么叫私装地锁呢？就是看中这块地了。哎，我的车停这儿比较方便，离我家比较近，我自己去给他装一个地锁，这样别的车就停不上，只能我回来停啊。私装地锁，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整个小区大概有400多个地锁呀，这不仅加剧了停车难，甚至还带来了很多的安全的隐患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记者在位于上海徐汇区的徐汇新城小区看到，小区地面上到处都是地锁，就连消防通道也不例外。因此，一些居民只能将车辆停放在小区通道两侧或小区门洞前的空地上。居民们说，这些地锁都是私自安装的，已经有4、5年了。你没有地锁的话，就是你出我进，你进我出，这样它的停车率会提高。但全部装地锁，就变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停的车位很少了啊，也有老人大夏天的蹲在那，谁愿意叫自己爸妈出来这样等位置啊？但实在都1、2个小时找不到车位很正常，这不够的。所以看我们一般晚上是根本不出来的，还有的我们去接小孩嘛，小孩后来要电瓶车嘛，上次我摔了一跤嘞。私装地锁不仅加剧了停车难，还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可是为什么4、5年了还是这种状况呢？记者首先来到小区物业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去年7月刚刚进驻该小区，而地锁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第一任物业擅自帮居民安装过一批，有车的居民便纷纷效仿，使得私装地锁的现象愈演愈烈。之后，记者又来到了小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区私装地锁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之前他们曾集中整治过多次，但通常都是没过多久就又安回来了。前两年辰光，2015、2016年辰光呢，是那个阿拉是连夜执法过的，是拆了这个地锁，后头来呢又是讲是拆好以后呢，车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矛盾越来越多了，那么自个叫啥个是日子呢又开始越长起来了。小区地面属于大家是共同拥有的，对吧？一方面呢，影响了消防通道。所以呢，阿拉拿相关的情况在上报了相关的部门。现在呢，相关部门应该讲辣辣紧急队会得作出处理的。对此，小区所属街道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针对徐汇新城小区私装地锁的问题，他们将协同有关部门尽快妥善解决。前期呢，街道已经
召开了相关单位有城管、公安、消防等部门参加的一个专题整治工作会议，那个也制定好了一个整治工作方案，安排了一定的力量，那么将在近期呢对西非血运城那个安装地鼠的烂巷呢进行一个专项的整治，整治完了以后呢由物业加强管理，那么确保我们徐汇新城的通道的畅通。我们看到这个公共的车位啊，本来是公共的车位，结果却成了私人定制。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车位呢，的确它是供不应求嘛，啊，车太多了，车位少怎么办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是因为此前这个先占先得的人呢，他没有人制止他啊，我直接给装个地锁，然后没人管，那好了，让这个业主有了不占白不占的心理，凭什么他占了我不能占呢？我也去弄这个，结果最后越来越多了。治理这个公位私占，除了要加强这个管理啊，该拆的拆，该罚的罚，还要在这个提供车位上多想一些办法啊。比如说了，通过这个立体停车设备来增加停车位，建一个立体的。哎，我在国外看到过啊，一下本来可以停两辆车，现在可以停20辆车。或者是协调周边单位啊，通过分时停车，来把这个夜间闲置的车位盘活啊，等等等等。哎，通过小区旁边的一些单位来想想办法。对于百姓的这个正当的需求啊，除了要敢于坚持制度之外呢，更要在管理的手段上多动一些脑子。好了，各位，接下来由贝贝为大家带来看天下。好，欢迎来到第一时段的看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从4月6号开始，新疆、北疆多地出现了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当天傍晚，新疆奎屯垦区迎来了降雨降温大风天气。这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呢，是下了一夜，将干燥和灰尘一扫而空，空气湿度有所提高，那气温也有所下降。不少前几日还穿着单衣的人，又重新换上了厚的衣服。俗话说春雨贵如油，当前呢正值新疆北疆地区春播前期，这场及时雨对土壤的情况的改善十分有利。那进入4月以来，气温逐渐升高，黑龙江上游漠河段即将迎来解冻期。为防止开江时发生凌汛灾害，连日来多部门联合对漠河段易发生濒临卡塞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人工破冰。在冰层爆破作业现场，冰层爆破队伍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作业，冰面钻孔、安装炸药、连接引线。伴随着声声巨响，冰封的黑龙江江面瞬间激起50余米高的冰瀑，场面是非常壮观。据了解，这次黑龙江漠河段人工破冰作业爆破总长度6.8公里，共布设了520个爆破孔，能有效降低开江期发生凌汛灾害的几率。那今天呢是清明节后工作日的第一天，听说天气情况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到底怎么样发展呢？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气象主播伟伟。伟伟，早上好。早上，伟伟。节后第一天啊，估计很多朋友还在这个休假模式，还没有切换到工作状态，但是呢降水可以说是相当有工作状态，今天一大清早就开工了。在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之下，今天全国的雨雪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那其中呢，在青海的北部、内蒙的中部都将会有中到大雪出现，而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一直到江南北部，很多地方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出现，并且呢，全国很多地方都会刮起4到6级的风。可以说这节后第一天，天气给我们的大礼包实在是太大了啊！提醒待会儿上班的朋友，最好是提早一点出发，另外也是要注意安全。那对于北方来说呢，因为最近天气非常的干燥，这次的降水呢倒是能够缓和干旱，降低森林火险以及净化空气，算是比较有帮助，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对于南方来说，因为最近升温比较明显，积攒了大量的能量，那这次的降水呢很容易激发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以及返程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那建议大家呢也是要及时的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的调整行程，另外也是要注意安全，贝贝。那我听说气温方面也下降的比较厉害啊，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好，那刚刚过去的假期呢，可以说全国大部都是在比常年同期偏暖的状态当中度过的。但是今天在新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北方大部将会率先出现降温，局地的降幅还是比较大的。而到了明天呢，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也会开始跳水。总之呢，今后几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气温呢相比之前都是要下降一个台阶，像是转换了季节一样。
我们分别选取一北一南两个城市分别看一下。首先呢是北方的济南，昨天最高气温是23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啊。但是今天呢就会降到18度，而到了明天呢就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再比如说南方的武汉，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2度，创下新高。白天呢有点这个初夏的意思了，有点热，但是呢到了后天就会降到只有15度，也是降了一半还多。那么这样的气温骤降以及天气反复无常，非常容易引发感冒或者是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建议大家也是要及时的关注预报，做好防范。我们先聊到这儿。清明时节百花盛开，赏花呢成了不少人小长假的标配之一啊。争奇斗艳的春花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这两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莎车县，巴旦木花争相绽放，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优质的沙质土壤、干裂的昆仑山雪水，加上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炙热的阳光，给巴旦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莎车县种植巴旦木70多万亩，年产量达6000吨以上，万亩以上的零星巴旦木园分布各乡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片的花海，我们用自己的无人机拍的话，感觉那个感觉特别的震撼。踏青赏花游还带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热闹了起来。如今加上林下经济，莎车县的巴旦木林亩产值平均可以达到7500元左右。在安徽歙县桂林镇的紫金山，1000多亩野杜鹃也进入了盛花季，暗香绵延的花海与披星吐绿的丛林交相辉映。这几天，紫金山上的野杜鹃每天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踏春赏花。非常震撼，因为这个漫山遍野的都是的，不像那个人工种植的，它是自然形成的。四川攀枝花大田石榴因为良好的品质品相深受欢迎，而火红的石榴花更是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目前呢也正值石榴花的盛花期，走进大田镇，石榴花已经挂满枝头，引得游客前来观赏拍照。这个石榴花很好看，有像灯笼又像火焰，今天来我还拍了很多照片，感觉这些石榴花挂在枝头一朵朵特别显眼，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到外面来亲近一下大自然，了解这些植物是怎样生长的。石榴花不仅美丽，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有去瘀止痛的功效。除此之外，它还是餐桌上的美食，不管是素炒石榴花，还是配合着烟熏肉一起爆炒，都深受游客们的喜欢。石榴花吃起还比较脆，还得我们呢，基本上每一年都要来的。今天的那个石榴花出来，今天每年都来的，都吃到那个条件，确实吃起很吸引的，味道很巴适。这个石榴花炒腊肉是第一次吃，口感也非常好，比较清香。据了解，攀枝花大田石榴种植面积15000多亩，种植了青皮石榴、突尼斯软籽石榴、黑籽酸石榴等品种，花期从3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4月中旬，攀枝花大田镇还将举行石榴花节，用极具当地特色的歌舞喜迎八方来客，共赏石榴花。当地时间6号凌晨，巴西北部帕拉州莫茹河上的一座大桥因为被渡轮撞击而部分坍塌，事故造成至少5人失踪。据帕拉州政府消息，6号凌晨1时许，一艘渡轮由于制动器失灵而偏航，撞上了大桥的一个桥墩，导致大桥部分坍塌，渡轮上有5名船员失踪。另据目击者称，事发时有2辆过桥的汽车也坠入河中。事发后，当地消防部门和港务部门展开搜救行动。据巴西环球网报道，事发大桥连接帕拉州首府贝伦与该州内陆地区，全长约860米，高23米。肇事渡轮有违规记录，本不该航行。而事发大桥今年1月也被检查出存在桥墩腐蚀等问题。近期由持续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仍在影响伊朗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西南部的省份胡泽斯坦和洛雷斯坦的灾情最为严重。
当地媒体报道，和周边省份相比，胡泽斯坦的地势较为平坦，周边山地的积水汇集在胡泽斯坦省难以排出，导致胡泽斯坦省的灾情持续恶化。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画面显示，胡泽斯坦省的大部分公路已经被积水覆盖，因为河水不断上涨，已经超过警戒水平。政府决定对胡泽斯坦省的两处主要大坝开闸泄洪，当地多个村庄的居民也因此被紧急疏散。تا کنون به بیش از 34,000 نفر امداد رسانی شده است و مردم در حسینیه ها، اردوگاه ها و پادگان ها اسکان یافتند. تا کنون 6 شهر خوزستان و همچنین بیش از 110 روستای آن یا تخلیه شدند و یا در حال تخلیه هستند. این ماشاءالله که ببینید خونمون آب برده، این ساختمون 65 میلیون تازه تاسیسه. 在与胡泽斯坦相邻的省份洛雷斯坦，洪水对当地的侵蚀触目惊心，当地建筑大部分都已经被毁，甚至有民众无法辨认出自己的房屋。即便洪水已经开始逐渐消散，但灾区民众仍表示，目前急需救灾物资的供应。美国航空公司7号宣布，将公司的波音737 MAX 飞机的停飞期从截至本月24号延长到截至6月5号。这将导致美国航空公司在6月5号前每天取消大约90个航班。至于何时复飞波音737 MAX， 美国航空公司表示需要等待美国联邦航空局、运输部、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其他监管部门的消息。美国航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目前拥有24架波音737 MAX 飞机。随着封锁的持续和经济的每况愈下，加沙地带原本共有6家私营动物园，其中5家因为经济困难，在过去的几年先后关门。近日，加沙最后一家动物园由于缺乏游客和资金也难以为继，园内的大量动物死亡，动物园老板不得不向国际野生动物救助组织求助。在救助组织的帮助下，这家动物园第4次撤离园内动物。这家位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市的动物园建于1999年，曾是加沙首家动物园，也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第二家，饲养着狮子、猴子、鸵鸟、鹿等60多种动物。上个月，动物园的游客明显减少。动物园老板介绍说，饲养动物每天需要大约250美元，这已经成为他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他估计，多年来经营动物园至少让他损失了10万美元。由于缺少食物、疏于看护和武装冲突，导致动物园内的大量动物死亡。为了给仅存的动物找到一条生路，这家动物园曾多次向国际野生动物救助组织求助。此次将运出40只动物，为他们在约旦和南非等国重新安家。在过去3年中，这个组织已从加沙运出20多只动物。加沙地带工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加沙地带经济、人民生活和人道主义状况陷入几十年来最糟糕状况。报告显示，加沙地带失业率达52%，贫困率达53%，68%的家庭面临粮食短缺问题，超过100万人靠接受联合国等机构援助为生。此外，被允许运送货物进入加沙地带的货车数量从几年前的日均750辆减少至目前的日均350辆。报告说，鉴于加沙地带遭受持续封锁，巴勒斯坦内部持续分裂和各种危机不断累积，加沙地带经济目前已处于崩溃边缘。以色列持续限制加沙地带所需物资，特别是建筑材料的进入，是造成加沙地带经济恶化的重要原因。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很多独居老人选择养一个宠物来做自己的陪伴，有的甚至呢已经把宠物当作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一起住进了养老院。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一些老人也开始担心如何在自己晚年时呢也能照料宠物的晚年。那么因此呢，一些日本的养老机构啊也是推出了让老人和宠物可以一起生活、共同养老的服务。泽田富美子女士是日本神奈川县人，今年已经75岁高龄。目前，她和她14岁的宠物猫佑介就住在神奈川一家养老院内。这里也是日本全国约9700多个公立养老院中唯一一家允许携带宠物同住的。4层楼的养老院中，2楼的40个房间为宠物同住区。房间在设计上加强了隔音效果，
房间内设置有专门的宠物生活区，目前共有20只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宠物与主人一起生活在这里。一人暮らしの高齢者の方でペットを飼っていて、老人ホームに入るとき、泣く泣くペットを保健所に送るといったような方を大勢見てきたからです。それでペットと一緒に入れる老人ホームを作ろうと思いました。泽田富美子女士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退休之后一直过着独居生活。14年前，她从湍急的河水中救回了这只刚刚出生、甚至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猫。从此，幼界也就成为了他唯一的家人。ペットとは思っていませんから、子供と同じですから、離れるっていうこと自体はなかったです。離れるくらいだったら、一緒に死んでもいいっていう。几年前，泽田女士因腰椎疾病恶化住院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泽田女士辗转找到了这家养老院。因为手术对身体影响较大，她一度无法适应养老院内的生活，但佑介却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甚至会领着她去熟悉环境。で、ユウスケなんかも、お隣に、仲のいい方がいて、で、その方のところに、私がいないと、多分行ってるだろうって感じ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の人の部屋の前で待ってるんです。由于泽田女士行动不便，院内的工作人员会负责给幼介洗澡并修剪毛发和指甲，还会每天为其清理猫砂、准备食物等。工作人员中有具备宠物医疗知识的专业人员，定期为宠物做简单的体检，并在需要时带宠物就医。记者了解到，宠物的食物等日常开销需要主人负担，携带宠物一起入住的价格与单独入住完全一样。养老院院长说，对有宠物的老人来说，宠物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ご入居者様が先に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場合は、ペットをここで最後まで面倒見るというふうにお約束しています。これまでにも、ワンちゃんの方でも猫ちゃんの方でも管理さんが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あるんですが、そのワンちゃん猫ちゃんここで今でも暮らしています。据统计，截至到2018年，日本宠物猫和宠物狗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1855万只。随着饲养环境的改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高龄宠物不断增多，目前所占比例超过30%。宠物的养老问题也成为了日本社会的热门话题。在日本呢，法律规定啊，宠物主人有照料宠物安度晚年的义务。但是随着宠物的衰老啊，照料工作也会变得日益的繁重和复杂。因此呢，将宠物送进专门的养老机构，成为了不少主人的首选。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一家位于日本千叶县的宠物养老中心，现在我们就去探访一下。这家宠物养老中心主要接收10岁以上的高龄犬类，目前有4只宠物犬长期居住，每个月的费用在15万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9000元。记者进入到这家宠物养老院时，正值午饭时间，宠物们在一一接受喂食。记者了解到，高龄宠物一般都存在进食困难、尿失禁等问题，因此养老中心内目前最主要的服务就是宠物全天候的生活护理。寝たきりの子のベッドがあるので、床ずれになりにくいベッドがあるので、そちらをご用意して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て、3時間に1回床ずれができないように体位変換をしてあげて、カートに乗せて気分転換にお外にお散歩に行って。记者了解到，这家宠物养老中心最受宠物主人欢迎的是24小时的医疗服务。中心内有专业兽医常驻，其他工作人员也均接受过宠物护理方面的专业培训。年老体弱的宠物一旦出现健康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每天晚上8点之后，兽医会定时进行查房。中心值班室内还有监控设备连接宠物房间，避免宠物在夜间发生意外。中心还会定期向宠物主人发放最新照片和视频，帮助了解宠物的近况。本当に詳しく聞いて記録してくださって、細かい点とか、あと時間の方も24時間病院のスタッフの方もいらっしゃるので、何かあった時も対応することも説明をよくしてくださったので、とても安心できました。据日本政府统计，2018年日本全国已经有近100家宠物养老院，这一数字目前依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也出现了一些存在服务质量问题、无证经营的类似机构。
为确保经营质量，部分经营者自发组织成立了日本首个宠物犬养老院协会，对寄养环境及工作人员资质等作出规定，以促进宠物养老行业的标准化发展。近日，2019年垂直马拉松世界巡回赛首站在韩国举行，共有16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进行角逐，最终呢，波兰选手获得了本站的冠军，并且创造了新的纪录。今年垂直马拉松世界巡回赛首尔站在世界第五高楼乐天世界大厦举行，比赛线路从一层到顶层123层，共2917级台阶。5届垂马世界冠军来自波兰的皮尔托·洛伯金斯基本站发挥出色，以15分37秒的成绩拿下冠军。澳大利亚的马克·伯恩和日本的渡边良二分列第二和第三。I'm really happy with the race today. I improved the course record. Now it's 15 minutes and 37 seconds. It's quite fast. Really happy, enjoy to come back third time to Seoul to win second time and hope back again 2020 to win third time in a row. 女子组方面，来自韩国的金智恩以19分05秒的成绩主场夺冠。世界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选手苏西·沃尔沙姆的小腿伤势未完全恢复，本站获得亚军。为庆祝赛事创办10周年，今年的垂直马拉松世界巡回赛共设11个分站，为历年来最多。接下来，今年第二站比赛将于14号在意大利米兰安联大厦进行。垂直马拉松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最初为攀登美国帝国大厦的86层楼、1576级台阶。由于这项运动能显著锻炼心肺功能、减肥瘦身，并且对场地要求少，近年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大都市开始流行起来。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将于今年4月在伦敦开设一家咖啡馆，成为继拉夫劳伦、芬迪之后又一个在英国首都开设食品店的全球时尚品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时尚品牌纷纷盯上了餐饮市场了呢？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记者的报道。在拉夫劳伦喝杯香槟，在博百利吃龙虾，还是来一份蒂芙尼早餐。如今来到奢侈品门店的消费者，只需花费不多的钱买杯咖啡、吃块蛋糕，就可以体验奢侈品牌的服务。吃饱喝足，再到相邻的服饰区逛一逛，很难有顾客会空手离开。目前看到餐饮业务带来的销售增长，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开始在全球多个城市布局，比如博百利在伦敦丽晶街开设了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咖啡馆，阿玛尼在迪拜拥有超过15家餐厅和咖啡馆以及一家豪华酒店，拉夫劳伦在位于伦敦、芝加哥、纽约和巴黎等城市都拓展了餐饮业务。The next luxury food destination to hit London will be right here in the upmarket suburb of Mayfair. It's a little bit of a construction site at the moment, but Prada's Marchese 1824, the historic pastry shop in Milan, will be opening an outlet here in May. The fashion house bought a majority share of the bakery in 2014, and this will be its first location outside of Italy. 伦敦2020时装店是伦敦最早推广美食加时尚模式的商店之一。自2002年开业以来，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诺丁山区拥有一家顶级餐厅。店长彼得·希德尔介绍说，能够一直做下去的秘诀就是菜单不断翻新，让食物和时尚服饰一样时髦。 99.9% of the reasons that people would be here, the food's good, the chef's good, the staff are goodAnd you need that in a restaurant. Those are the combinations. If you can keep a client in your space long enough, there's chance that you will get multiple sa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bigger brands have realized that. 市场调研机构表示，利用美食体验来推广和扩大传统零售，是奢侈品市场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此外，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消费者到奢侈品牌美食店打卡的意愿更加强烈。Social media has undoubtedly fueled the kind of experience economy, so to speak. Around 1 in 2 luxury consumers in, you know, globally, but predominantly in the US and China, actually say that it's more worthwhile to spend on luxury experiences than it is on luxury products.